雷邦自动激光焊接机，今天拿到的客户的也是 Type C 的铁壳焊接，今天焊的是正反面，首先正面焊接完之后把支距翻过来做另外一面的焊接，通过 CCD 可以看到清晰的看到焊斑焊点，然后呢客户自己有一个卡盘，塑胶卡盘来整理产品，最后呢是样品。